好像粉底等等。然后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用 4K 的机器，所以如果你有细纹跟毛孔就会很明显。然后最近奢华宝贝推出了一款粉底，然后非常的保湿，然后擦上去呢就会好像把细纹补平。然后还有这三合一的眉笔，你只要带一支眉笔就有那个画眉毛，然后眉粉跟刷头。三合一啊， CP 值很高。对，然后睫毛膏也很棒。对，持妆一整天，温水可卸。好了，我讲完了。啊，非常好，专业专业。怎么样？是急着下班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我只有2分钟，我也不想。没事没事。